爱玲熊大爱旅行，我们来自于台湾。那今天呢，是我们在大陆的房车自驾第198天。我们现在呢，来到了云南的大理。到了云南呢，就一定要来金庸笔下段誉的王国大理王国。所以我们来到大理，然后到这里呢，我们就要来看这里有一个看似海却不是海的洱海。那我们现在所在之地是在洱海公园。我们的房车小五呢，就停在这里洱海公园的东停车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骑着小哲带着你们去附近的一些景点，包含大理的市区，还有去洱海跟大理古镇去绕绕看看喽。那我们租了一台电瓶车，然后现在要开始往洱海骑行出发咯。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在整个洱海的算是南边，然后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要从这边骑到大理古城，然后这边大理古城可以走到这个龙开码头，这边可以到那个湖边，看似海的湖边，这边看一下，然后再回来到这个网红的拍照景点，这个是 S1。 整个绕行洱海一圈的话呢，是130公里。在西半边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沿着洱海边骑行的，从东半边的话是可以沿着洱海边，就是像这样，就是在路旁直接临着海边的大道。这是今天的行程，出发咯。我们骑着小电瓶出发，第一站去城。那旁边一大排一大排，整片都是扫码的电瓶车，哇，整片都是。这里看到这都是白族的建筑，那这里是大理白族自治州。那我们路上都看到这两个字叫做耳丝，你们知道什么是耳丝吗？族特色，哎，是早餐啊、哦。中餐也有，中餐也有。我一个拔肉耳丝，耳丝是什么？耳丝它口感黏黏糯糯的。哦，好，米线就滑爽一些。那我试看耳丝。大米做的、啊。哦，是这个面条叫耳丝。嗯，长得像面条。长得像面条，但它不是面条，它是大米做的。那这是属于非常不一样，非常不一样。这是属于白族特色的族哦，白族特色。那我应该要加什么比较适合啊？都可以加，都可以加。那我加了以后呢，这一碗就变得非常的美味可口。这个呢是白族特色的族。边法师很特别。那这边有一个蒋公祠呢，哦，看了一下，原来这个蒋公祠是清末这边贵州提督蒋中翰的祠堂。坐飞机来了。云南大理这边很多这种杂乱的作品。这种三轮车包车上，走到目前为止呢，就觉得大理古城这边，它其实在唐宋500年，它是整个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啊、哦。那演变到现在呢，它就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个古镇，就是一进来就是一直看到很多很多的店面。走到洱海门这个城门，这边有一个城门是可以免费登楼的，我们走上去看看吧。
上看到整个大理石见的状况。那我们前面呢，那边就是苍山，苍山发音不准。苍在大理古城旁边绕着绕着呢，这边看到一个停车场。那这个停车场的价目表在这里，然后这停车就是有一个很辽阔的一个停车场。朋友们，我们到了洱海了。你们看前面呢，这一片是不是它其实就是一个海啊？我觉得看起来其实它就是很像是海洋，但是呢，洱海其实是在云南的第二大内陆湖，它是一个湖泊。那这个湖泊呢，因为你从高空上来看，它的形状像是一个人的耳朵，所以呢，它以耳为名。那看似海洋，所以取名为洱海。但是其实呢，它是一个内陆湖。你看是不是很像就是一个辽阔一望无际的海洋呢？茂盛，这都长得非常好。然后前面这边前面就是苍山，然后前方有这个天使光，天使光从阳光从云朵上洒落下来，很美。你看前面这种小三轮车，这种都是当地的观光车，它可以载着乘客到各个景点，都是用这种三轮车跑得快。马路上竟然突然跑出一匹马车，车上有三轮车跑得快，还有马车。云南呢，就一定要吃这个野生菌汤咯。那既然我们到了云南，怎么可以错过呢？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一家，是用16种野生菌熬制4小时做成汤底的这个野生菌火锅，来吃看看咯。那我们来到这边找到一个野生菌锅。那这边的这个野生菌呢，因为它都是有生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毒性的，所以它就是要煮熟，那它就是要我们水这个汤滚了之后呢，开始按8分钟计时，让它充分煮熟了之后再吃。因为这个菌菇呢，它如果是生的状态之下是有一点点微毒的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我们刚刚坐下来呢，这边服务人员就跟我们登记电话，因为他说就是要确保客户的这个饮食的安全，所以呢就留了电话。吃了有什么问题？对，如果吃了有问题，他可以联络到我们，因为这个菌菇生的是有微毒的。吃这个好像要吃河豚一样，河豚。
冷哦。现在是七分十四、哦。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啊？所以 是因为还没有、啊、他怕我们先、啊、怕你先弄啊、哦。所以他就是要等到熟了，他再把碗再把筷子给我们，不然我们会误食。好了，现切现牛，这是黄牛的肉，黄牛的肉。这个为什么要弄一个起来啊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，它是野生菌，野生菌的话，我们都要留样品，所以我们这边是留两个。哦，所以要特别留一碗做样品留着。这个白色的这个是竹荪，是抗衰老的，抗衰老。然后这个是鸡松茸，鸡松茸，这个是鸡松茸，保肝护肾的，保肝护肾。这个是牛肝菌，哦，牛肝菌的降血压。然后这个是你们套餐里面的菌香凉米线，然后可以先吃这个凉米线也可以的，哥。再加上这个是小黄牛肉，然后加上菌子的凉面、凉粉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蔬菜，然后和牛，这也是和牛，这就是今天的整个的餐。还有那个是五谷杂粮，五谷杂粮的料，五谷杂粮饮料。那这样子整个的费用呢，一共是多少？158元，还蛮划算的哈，因为我们是透过那个线上的团购有个优惠，边继续吃哦。那你们就跟着我们去，跟着我们去丽江。